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稍微介绍一下老头今天刚找到的一个小模组，没有错，就是我们封面所看见的变形金刚模组。那这个变形金刚模组呢，是在11月22号啊，也就是前两天发布在这个工作坊。那老头呢，好奇之下呢，就把它给下载下来。并且现在套用在我们这个 The Center 的模组里面了、哦，不是 The Center 的地图里面。好，那么呢，待会呢应该会有四只啊，会有四只这个变形金刚。那不过那四只变形金刚威力是如何，这我就不晓得了。好，我们是直接用我们的 CNC 哦 ，CNC 的话这边就已经有了。那它这边只有四只，一个是擎天柱，一个是威震天，再来是擎天柱阿法跟威震天阿法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很好奇的是我的无敌模式到底有没有开啊？我会不会一戳我就死掉 啊？算了，不管了。我现在放一下我们的柯博文啊，擎天柱嘛，大陆翻译叫柯博文嘛，对不对？不，大陆翻译叫擎天柱嘛，好不好？我们来放出来看一下，而且是叫一只野生的出来看看好了。好，出来了。好，然后超屌的是他出来居然没有声音，然后呢一直黏在我身上是怎样？他说给他食物就可以驯服。好了，你是我的了。哇哇塞，是有没有这么帅啊？这个左键您过重了，那、还真的是过重啊，负重。好，把它点高一点哦。这个 血量很可以哦，不过回血超慢的，不过我补血枪没差。哇，我是直接黏在那个，你看有个小点点，我就小点点。我靠，啊，这是哪一版的柯博文啊？怎么这个颜色根本没有上上去啊？这版的柯博文是不是早期的柯博文？他的这个颜料完全没有涂抹呢。右键，哇，这右键蛮帅气的、啊。哇哈哈，4300万，你这样叫霸王龙情何以堪？普攻4300万 ，C 键。哇，变成喷射机了，哈哈哈！这也太好笑了吧！滴滴滴滴滴滴，哎，这个是哪一版的柯博文？这个你们有没有？应该是在宇宙版本的柯博文吧？还没有到地球的时候的柯博文有没有？哇，一击必杀、欸！我天啊！哇塞，这个右键直接打到负数去了，这太扯了 ！biang biang biang biang。C 键变回来，哇，这柯博文屌到、哦，很可以。我觉得这不用什么比了嘞，你知道吗？这根本不用什么比了，打都3000000万的，你不要跟我讲说用这个来打那个什么来着，打那什么泰坦之王，假霸修赢了，那泰坦之王直接给你假赛啊，打下去往生。好，然后右键这一招。左键 ，C 键变身，啊、哦，往上飞没了，大概就这个啦。然后呢，左键是破坏激光，还可以连发，作弊了。右键没了，它大概就这个样子。好了，我们这个已经看过了哈，来帮你补一下血。OK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。这只叫什么来着的？威震天，威震天一出来了，哇，颜色也蛮帅的啊！哎、欸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哎、欸，回来、啊，大哥，回来呀、啊！你要去哪？威震天，哇，天堂之拳，来，点一下，该点的该点的，哇，威震天，擎天柱。这个的密卡登啊，密卡登登登登，你好，密卡登登登登，我要看一下你的脸。原来在宇宙的密卡登长这个样子哦，而且感觉好像是已经腐烂的密卡登欸，我怎么只看到他的侧脸，另外边的脸都不见了、啊？腐败的密卡登，哇塞！哦，我是没有什么在看变形金刚啊，啊，这个可能是之前最早期的变形金刚吧。哦，动画可能不是动画，电影可能有出到那边，干什么东西？哇塞，有没有搞丑啊 ？C 键变身，
也是一个飞船，招式差不多，都差不多哎、欸，没什么太大改变啊。哒哒哒哒哒哒，不吃不吃不吃，完了，我已经啊，在这边已经无法无天了。变形金刚侵略方舟地球，拜托什么泰坦王什么来着的，一招秒，有木有？啊，等下叫出100万等的泰坦王来较劲一下好了，会不会大宕机啊？我蛮怀疑的、欸，是不是更大只？嗯，它跟一般擎天柱有什么不一样啊？颜色稍微有点截然不同的感觉，就是色纹理上有点不一样，而且奇怪，它大拇指怎么歪成这样子啊？这是模组没有做好吗？哎、欸，不对、欸，他们大拇指都这样子哎、欸，凸一边哎、欸。他在哪里啊？左键，这是阿法版本的，可能是能力值有直接上升吧。右键，差不多啊。C 键，哦，我忘记把这关掉了 ，sorry。不是啊，我还真不知道这一个跟阿法差在哪，不是跟一般的差在哪里啊。变回来，感觉没什么差、啊，还是说体型上的差异，外观上的差异，怎么看都没差多少啊？干什么东西？我来看看哦，这个是阿法的吗？啊，都一样啊，啊，稍微比较大只一点，是不是？是这样子吗？稍微比较大只是吧？我的天啊，稍微比较大只，好哦，来看一下我们的密卡登阿法，密卡登，哎、欸、哎，赶、欸、快，我下面变，一样背部装备了一个帅气的像是散弹枪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啊，有没有看见？可是我怎么感觉他召唤的第一次那个色泽是有差的？可是骑上去下来之后色泽不见了。像是这只阿法密卡登，他的不是阿法擎天柱呢？他的这个裤子本身旁边刚才那个链子有没有？你像这个链子的东西，它是有颜色的、欸。结果我骑上去一下就不见了，实在是太神奇了，杰克。啊，难道挂羊头卖狗肉吗？假阿法真变形金刚。他为什么我骑不上去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要从你的骨尖骑上去，我都不好意思这样骑了，你还好意思让我这样骑？看来招式是差不多的啊。哎呀，没什么差别，没什么差别，伤害好像也没什么差别，一样是变身成飞行机器，我一样是打出负数的伤害。非常好，好吧，变回来，我们来试试看泰坦王好了，这边就来 弄出一只泰坦王，好吧，然后这边应该也不要这样吹，这样吹不太行，我去前面召唤一只泰坦王，哇，他卡住，他卡住我，这家伙完全卡住动不了啊！笑死了，哇，只剩一颗头。哇哇哇！攻击啊！哈哈，他是死还是怎样啊？这个召唤有点弱哦，这个、召唤不太行哦。我打他只有3万，大伙们攻击他，差太多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差太多了，哇这个靠有3，这个不是，变身变身，用飞的，发一炮，哎、欸，他怎么瞬间移动抛上来了？啊我的机器人呢？我射他只有3万啊！哈哈哈哈
塞，哎、欸、啊，我其他的伙伴怎么不见了？我、哦、看见了，帮忙攻击啊！不要吝啬你们的攻击，打死他就对了。我、哦、一般人就打那么久了、哦，妖鼠妖鼠，快点快点快点！为什么这时候我在打、啊？哎、欸，你们振作一点好不好？你们这小王八蛋！快点跟着我走，快点快！哇，他把他打死了！这到底演几点的、啊？我看没有，好不好？我还真的看没有，根本行不通啊！太大只了，我们的机器人完全跟不上，我们的变形金刚完全跟不进去，我还以为会被秒杀哎、欸。原来他最高受伤的上限居然是三万，哈哈，哇你嘞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吧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变形金刚哦，就暂时展示给你们看一下哈。那也就没什么啦，就只是看起来很帅的变形金刚在那边靠来靠去而已。然后对抗我们泰坦王，要打不打的，然后又打不死，然后还需要花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得赢。好，我就觉得还行啊。不过如果你们有喜欢的话，可以自己去抓哈。反正就在这个工作坊里面，就是这么的简单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的这个呢，小模组这个啊展示差不多就结束啦。如果喜欢我的片呢，记得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玄幻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好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再介绍一些好玩的新模组吧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